今日放榜啊！你成績點啊？兩個 level two， 睇我英文同數學都 pass 咗㗎。OK， 咁你想入你心目中想入邊間大學？啊，我想讀 Cambridge 啦，或者 Yale 咯，咁係。同學仔，你首先要認清你自己嘅能力，選擇一啲適合你自己嘅學校。螳臂擋車咧，對你嚟講係冇益處㗎，只會令你事倍功半嘅啫。好啦，咁嘉敏，不如我幫你揀翻適合你程度嘅學校，等你可以順利畢業啦。